昨晚让你去哪儿了？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该道歉的都已经道歉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周然，你听清楚了，我不是在跟你赌气，也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。 这么长时间，我一事无成，我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，我越来越迷茫，我实在是看不到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就等着我们俩共同去创造呢。谁说你一无所有了？你不是还有我呢吗？郭润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们就有自己的家呀。 婚戒我不要了，房子咱们就租着，车也不买了。我觉得办婚礼的话，花钱太浪费了。我跟我妈说，咱们俩就裸婚呗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郭瑞，我这里暂时还走不开，你再等我一小时，我结束就过去找你。 我们分手吧，郭瑞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今天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是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呀。男朋友？啊，嗯，赵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是情人节，还让你在这边陪着我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没关系的，这是我的工作嘛。 那我敬你一杯吧。啊，还敬啊！来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郭瑞，我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 但我这儿不是还有工作吗？你就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，你别闹了。卓然，其实关于分手，我已经想很久了。我曾经天真的以为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总有一扇窗的灯火是属于你跟我的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盏灯火，是你跟我永远都触摸不到的梦想。真的很对不起，郭瑞。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总监，对不起，我遇上您意外，对不起。你？这是我们新来的主编。主编？哎，你们昨天不是应该见过面？你睡得还好吧？ 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周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告诉人力部，我助理我自己选。好的，主编。等等，把那个周。周然。辞退吧。好的，主编。 紧身的豹纹长裤只需配一个抹胸短裙，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搭配，可以凸显女性的性感。对不起，而叠穿的，请您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你想解释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是谁喝的烂醉如泥，损坏公司形象？又是谁顶撞上司，无理取闹？昨天晚上我确实很失态，但是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。你说你热爱这份工作？没错。 那我就更应该辞退你。今天虽然是我们第二次见面，但是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365天的打扮。你每天出门就是从自己衣柜里扯一件衣服套上出来上班了吗？你说你热爱这份工作，如果连热爱都拯救不了你的品味，你还有救吗？我们这里是时尚杂志社，不是福利院。意识从来就不等同于昂贵。所以你要告诉我。
你穿的是艺术吗？我猜绝对是淘宝货。我没有说我穿的很艺术，是我承认我的打扮确实很随便，但是我的工作要在衣帽间里跑来跑去，难道有穿着高跟鞋吗？工作是要讲究效率的，不是吗？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精致的装扮自己，但我还没有过试用期，我的工作是他们的两倍，我现在没有精力也没有金钱让自己变得更漂亮，所以在穿着光鲜和努力工作之间，我选择后者。难道我努力工作也要换来我的上司对我的嘲笑吗？如果你觉得别人嘲笑你，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一个在情人节当天喝得烂醉如泥的人，他的私生活会糟成什么样子？不过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没有男朋友。虽然在职位上我们有高低之分，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。作为主编，怎么能拿员工的私生活开玩笑？请为你刚才的行为向我道歉。我再说一遍，向我道歉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这两个字。天哪！别！我知道你现在更讨厌我了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因为我现在决定离开伊文。我不想把自己宝贵的青春浪费在一个糟糕的上司身上。别那么小气嘛，昨天晚上我是真的有工作要忙。该说的我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别没完没了了啊，我们俩都快结婚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？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该道歉都已经道歉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周然，你听清楚了，我不是在跟你赌气，也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，这么长时间我一事无成，我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，我越来越迷茫，我实在是看不到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就等着我们俩共同去创造呢。谁说你一无所有了？你不是还有我呢吗？郭润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们就有自己的家呀。婚戒我不要了，房子咱们就租着，车也不买了。我觉得办婚礼的话花钱太浪费了，我跟我妈说咱们俩就裸婚呗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哎，关于租女的笑话是这样，在一个餐厅里租女的，喂，你到底想不想和我结婚啊？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啊？男生沉默。然后做女友，你信不信我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？结果全餐厅的男人都跑出去了。喂，要没有注意场合好吗？啊？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你说什么呢？是我不能继续跟你在一起啊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不想跟你在一起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好啊，我喜欢上别人。说